会会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夜梦未归，难追难回味。我算是颜值担当，啊，颜值担当，对对对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呢听到我的歌声就会忘了我的长相。你在我们团队里面应该是说颜值担心，会让人担忧。我想这几年当中变化最大的，应该就是你的头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那你的优势在哪里？我的优势啊，就是加入修平如华。哎呦，哎呦，对，因为呢，这样才能够从另外三位当中觉得我的优势哦，就感觉到我的优势。待会出来之后就知道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才能脱颖而出就对。所以你认为你在团队里面你是声音担当就对了。哎，没有哎，我也是觉得自己是颜值担当。哎，你们怎么都这样子啊？难得能够他们同聚一堂，对啊。然后呢，我今天何其荣幸，可以不用跟他们一起比拼。真的，然后你是当评审、主审，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，太好了，一起带来这一首歌曲好不好？而且他们这个比赛很残酷，他们是用歌唱接力的方式，每一个人一起出来唱的是同一首歌。我跟你讲，这才能够跟做物理化学实验一样。一定要等量齐观，对对，所以同一首歌，你无所遁形，你的优缺点通通在这里展现出来。真的，丘比特啊，到底谁最会唱歌呢？的第二名，我们今天就要揭晓出来了。城市一片漆黑，我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静静一。爱情怎么
去安慰。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？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，从此就再也说不出我爱谁。可惜了，哎，怎么说？因为我们最期待中哥就是那破音，破音，你已经濒临要破不破，你懂意思吗？我已经拉成那个样子想破，但他就是没有，可是你可遇不可求，那个非常好，那个叫做临界点的唱，对，就是在临界点。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给出一个，但今天唱这首歌啊，我们因为在我们群组里面讨论的时候，我觉得因为什么这个歌是小马哥专长的，因为他比赛就唱这一首嘛，难怪。那对根红来讲是相当不熟，而且你又在第一棒，这两天才练。对，第一棒，然后第一棒那前面酝酿酝酿，突然间钢琴一弹，你会吓一跳，刚好那时候眼睛还闭起来，对，那会吓一跳，砰一声，你以为是闹钟，而且我刚刚才把这样混这样，哎，是啊，才钢琴。那以这个团队里面，他们创作主力哦。反而是小钟哥，钟哥对，几乎所有歌都是他写的。嗯，小钟哥很有才，你看那个很棒，那想念你那个，起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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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，白日梦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很难下决定。我们闭起眼睛来投了，好，真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也一起指，好不好？我们如果觉得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指，好不好？一、三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，蔡婷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干嘛？哎，干嘛呢？大哥，好，我是选马哥，你选三，我们两个是选二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，这个歌。小钟哥唱的，因为我觉得钟哥他唱有一种沧桑感，谢谢谢谢，那个味道，这个要必须要经历过被甩了很多，感情的不顺遂，是才有办法唱出那种 feel。没有，我们是好兄弟，不是只有一首歌就能破坏我们的感情，对对不对？真的是实至名归啊，起码要两首，所以以后一些好的句子我就先唱啊，好，没问题，交给你，我算是很有风度，我们一首歌。进入一生，他们都利用我太忙哦，把好的句子全部唱完了。唱完，那你就唱剩下的。他都唱低音，就我天空日唱几句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副歌啊。天会灰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夜梦会难追难回归，我的世界。最突出的，没有，我一直听到你的声音。没有，我刚是故意把它唱大。嗯，那平常要躲在他们三个声音的后面。为什么呀？太棒了，恭喜成功！谢谢。